天天啊，徐老板啊，又想给你开衣料，你好好挑一挑，挑挑颜色，完了去做几件啊。莫不由，你咋有了？你姐姐那衣服太多了，你看你那些衣服都洗得发白了，有些东西我都给你缝过了啦。哎呀，啊，你的布料跟花样都不适合曼桢。过两天我们去买两副淡雅一点的给她做两套。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又要花钱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姐妹俩的事我也不管了，放在这儿了。你呀，就算多送两座金山给她，她都嫌不够的了。怎么了？手套不见了？丢了一只。回头买过路新的了。不用了，冬天都快过去了，真不着急。你呀，就是这个脾气，有时候嘛，琐碎的就是小气。一旦喜欢一样东西，就把它当成宝贝，好像全世界没有比它更好的了。不过是一对手套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不见就不见了呗。也许是因为它是属于我的吧。